这条溪叫乌花溪啊，嗯，哎，乌花溪哈，乌就是污染的乌哈，然后大概那个水车流进入场，就这个附近，这一块还是那一块，然后它就是引从上面引那个这个水哈，冲下来发动那个发电机，然后产生四十五匹马力的那个动力，然后再去带到那个祭片，然后进入场。就是完全没有的。那在玉海这个地方有三个地方，一个在这里，另外两个就在这座山的隔壁孝义那边，那边有两个。那我爸爸就是在那一边工作，在那个锯木厂工作。就是我们今天走的路线的终点的地方，这里有写哈，就是土地公水车制裁厂那样。等他站这里，谁都知道他这里。哦。哦。土地公是哪里？刚刚那个天后宫。天后宫。